菜都凉了。哎呀，这个季大烟袋怎么还不露面啊？哼，人家刚刚破了甘肃兼粮要案，正在春风得意之时，还不得做足了功夫，摆足了架子。哼，真是小人得志。可别忘了，他眼下也不过就是个礼部侍郎。何大人放心，这回下官要替您出出这口气，我要好好的修理修理这个纪晓岚。是啊，真要是让这种人得了势，咱们在他那杆大烟袋底下都得抬不起头来。是是是是。哎，各位，你们不妨动动脑筋，在今晚这饭局上想出个辙来，好好的杀杀他的锐气。老爷，纪晓岚他来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回来回来。抱歉，抱歉。哦，纪大人来了。哎呀，纪侍郎何以姗姗来迟啊？来来，坐坐坐。抱歉，抱歉。纪侍郎，请坐。哎呀，纪侍郎，你看这个德月楼啊。啊。这是何物啊？是狼是狗啊？是狼是狗？哎呀，是狼是狗？何大人，何尚书，您堂堂一品大学士，是狼是狗分不清楚？你这还真分不清，分不清。哦，那我得教教您了。倒要领教。看尾巴，看尾巴，下拖的是狼，上树的是狗，记住了。尚书是狗哦。真是巧言舌辩。狼吃肉，狗吃粪，它吃肉，是狼是狗毫无疑问的。对对对，毫无疑问的。是狼是狗毫无疑问嘛。哎，这位大人眼生得很呢，请问尊姓大名，官居何位啊？在下姓刘，新任的江南道御史。哦，御史大人久仰久仰啊。不敢当不敢当。御史大人，你刚才所言有所不当啊。怎么个不当啊？狼性固然吃肉，狗也不是不吃啊，它是御肉吃肉，御史吃屎。何大人，御史吃屎。玩笑了，玩笑了，玩笑了，玩笑，玩笑。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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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各位大人，来来来，端起此杯，哎，喝酒，喝酒，刘御史，喝酒，喝了此杯。